牌的内裤太大了，而且还 Jacky 呀、啊，对 ，Jacky， 不，你是被洗啊哟。今天这个就叫有看头，这个出来就赢了，有没有？首先是我们右边的这个安妮小姐，安妮不错，最近还有拍广告呢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广告代言很多。你拍那个是什么广告？我现在不是安妮，我现在 Audrey Hepburn。啊，代理赫本已经入戏了，是是是，还不错不错。哎，那彤彤，是今天我才知道你有刺青在那里呀、啊？你少在那边，你以前就看。在那边还有丽人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水嘎水嘎，哎呦，马丽莲真的，这一组就舒服了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刚刚那个三个图共图出来，对不对？好可爱，看别来一个别，这是代表玛丽莲梦露嘛？对，哎哦，伊丽莎白泰勒，就是美国影史上结最多次婚的女艺人，对，真的好多次，七八十，对，然后她曾经娶。这个结的对象啊，就是她丈夫哦，曾经有小她三十岁的，小帅弟呢，是，太厉害了。我们奥黛丽·赫本有过什么样的作品？印象中啊，最有名的那个，他的幸福列车呢？罗马时代 ，Breakfast Tiffany， 对，那是经典的。罗马时代啊，对，罗马假期，罗马假期，对不对？那他最有名的就是唱。歌给甘纳迪，哎，甘乃迪，甘乃迪总统，甘乃迪总统，你唱给总统听一下，来 ，F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Oh yeah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Oh my god. 好性感。Happy birthday, Mr. President.甘乃迪总统还回应他，讲了一句话：“你要唱最后一句 ，Happy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” I'm dying， 正在死掉，爽死了 ！I am dying， 来 dying， 直接带来他们精彩的表演。
了。这个讲真心话，三位这个舞蹈一跳哦，我们感动了。你看这整个内容唯一的小败笔，还有败笔吗？我先把它点出来，不用让评审来讲，好不好？嗯，就是那一条阿妈牌的内裤太大了，而且还翻屁呀。对，那电风扇吹起来整个壁漏。对，而且还拼命在那里，整个人掉。哇，怎么了 ？What's matter？ 那你那个太大条了。不是，宪哥，这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最流行的阿妈牌蕾丝，对，蕾丝。哦。是不是？那个年代流行里面穿那么大条。Monroe， 真的。I told you， 你应该用英文，然后低沉的。玛丽莲梦露是中低音，所以她是用，她是低沉的温柔。你看你能不能试试看，用英文，英文讲一段，讲一段，来开始。Happy birthday，Jackie。不，你是被戏啊哟。我说低沉，你用气音干什么？低沉。Oh yeah。Mr. President, yeah. Yeah. This is my. I feel so good. 这样才对嘛？但是舞跳的最好还是彤彤。彤彤哦，对，那个曲线太好了，因为他身体那个震动，而且彤彤厉害的地方是他穿这么紧的，然后他还要扭的这么，而且我超怕他掉出来的，而且他这个洋装真的非常的紧，这样还可以跳。快要不能呼吸了，我一直在吸气。很适合这样穿，来，评审老师。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他们出来已经非常像，就是连装扮，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厉害。然后我觉得很可惜是彤彤没有让他就是大展长才，因为他跳舞非常好看嘛。然后我觉得丽人姐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拖垮了彤彤，就是说他们两个跳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舞蹈三个要跳的是一样的，没有，因为舞蹈编排是可以有一些层次的。如果彤彤是快板。另外两个可以是比较延伸的慢慢，像丽人姐是比较优雅的，我就觉得可以有一点现代就好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但是已经很像了，所以我觉得个人会给到很高的分数。不过我这边真的是觉得，因为他们这三位的角色安排的都很好，很棒。尤其是我们丽人，他的那个转圈有没有？那种有一种那种好像。要跪给谁的？想看又不看，对，想看，然后你就不能太转套太早就把那个裙子压下来，是，你一定要让他看到一点点再把它压下来，很会，对，对我可以讲一个算是专业的角度，三位评审只是一个参考，好吧？他们三位当中啊，就是安妮这边最像老外，对，对，对，专业的老外，专业的，因为他画得很像，画得很像，鼻子线很高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这什么专业？准备给分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给分。好了，评审老师这边八分、七分、九分，加上这边总共获得的分数是52分，很棒啊，很棒，只差8票。